英国模特 Arlie Kate Cutler 出镜维密最新广告大片，她的衣服尺码是美国14码。她表示自己从未想到能和几位小时候就无比崇拜的超模们一起拍摄广告，同时也表示维密的决定非常正确，14码其实是美国女性的平均尺码，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在媒体上看到更多14码的女性。非凡娱乐，实时。